主料：桥头250克，豌豆3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豌豆先用水煮一下，去掉豆腥味，起油锅下桥头翻炒一下，倒豌豆进去一起翻炒，差不多的时候放点水再煮一下，看豌豆熟以后就可以上碟了。烹饪技巧：桥头并不常见，春天的时候多吃桥头有助于消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